我们现在讲一下 elementary matrices， 这就是叫做初等矩阵。说什么是 elementary matrix？ 那么就是我们对单位矩阵做一次初等变换。做一次初等变换，我们还记得什么是 elementary rule operation 吗？那么就是三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比如说一，我们看一看这种。我们将，例如说将某一行乘上一个数，那就得到的是。将一行乘上一个数，那么这种是一种初等变换。那么把一个单位矩阵做一次初等变换，那么这个是这样得到的矩阵是初等矩阵。我们把其中一个数我们交换两行。比如说二跟三交换一下，那么我们得到的是一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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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这三种情况。那我们看，把其中一行加上另外一行的某个倍数，例如说第三行加上第一行的四倍，那我们得到的是一零零零一零零啊，这是四零一，这是初等矩阵，初等矩阵。那么初等矩阵有什么好处呢？有什么用呢？那么就是初等矩阵跟初等变换可以做。一一对应，那我们可以看，例如说一零零零一零四零零，我们乘上一个矩阵，一二一，零一一一零一，我们看一下，把一个矩阵组成一个初等矩阵，那我们看这下，好。一、二、一，第一行没变，第二行也没变，那么第三行会变成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，啊，四零一，四乘上一再加上一，就是五，八，和五，那么相当于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相乘和一、二、一。零一一一零一，我们看一下第三行加上第一行乘上四，是不是得到的是一样的？我们把第三行加到第一加上第一行的四倍，这就是五八五。我们看组成一个初等矩阵啊，相当于是什么呢？相当于是对这个矩阵。做一个初等变换，那我们还可以看另外两种，一零零零五五零零零一，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说做一次初等变换，这是把第二行乘上一个乘上五倍，
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果是不是跟把它直接乘上，把第二行乘上5倍是一样的。那么第一行不变，因为是100乘上这三列。好，第二，然后把这第二行跟这边三列乘上来，这就是0 5 5 0 0 1 0 1。我们发现跟这个对直接对这个矩阵做做一个初等变换，我们发现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结论。我们左乘一个初等矩阵，就是 left multiplication。by elementary matrix。is equivalent to perform the same row operation。Semi-row operation on the elementary matrix。Semi-row operation on 这个，Semi-row operation。elementary matrix。by greeted it's going to the same row shells greeted on IM。 就是我们左乘一个初等矩阵，相当于做这个同样的 row operation。就是我们怎么样得到的这个，怎么样得到这个初等矩阵所做的这个row operation。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有很好的用处。那我们就是说可以把初等变换跟这个初等矩阵对应起来。那么我们后面有很多的计算方法都是来源于这一个结论。好，我们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初等矩阵都是可逆的。而且它的逆矩阵是把它的这个矩阵做相反的变换。
This is an elementary matrix of the same transformation. Transforms. Or elementary matrix， 我们记作E吧。 Transform E back， 就是把 E， 变回到单位矩阵它所做的变换。例如说，我们看100100401这个是我们把第一行乘上4加到第三行，那么它的逆矩阵就应该是把第一行乘上-4，就是先是加第一行的四倍，那我们再减第一行的四倍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两个相乘呢，100010这不变，好，把第一行，那我们乘一下，第四，把这个矩阵如果不算这上面的啊，左边的矩阵，那我乘上右边的矩阵，那我们发现就它是等于一个单位矩阵。我们刚才这个矩阵，这里括号里面的这个矩阵是把第一行乘上4加到第三行，那么后面这个矩阵就是把第一行乘上-4加到第三行，它的逆矩阵。那么100005001，我们是第二行乘上5，那我们它的逆矩阵就是把第二行乘上1/5啊，第一行第二行先是乘上5，那么你要把它变回去就要除以5。而100001010这个时候我们是交换了第二行和第三行，那我们再把第二行跟第三行交换下来，那我们原本是交换第二行第三行，那我们再把交换第二行第三行得到的，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它交换回去，那我们还是交换第二行第三行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所有的逆初等矩阵都是可逆的。